我的艺术当然是有勾的啊。请谁好嘞？我这里需要一个，学习能力好的，最好是台大毕业的，这个起薪不会需要太高，要想来学经验的那一种。这些人看起来都是智障，全部都是这种孤陋寡闻的。生化危机，他绝对会生病。哇塞，这三个都很废啊！全部拒收，三个都是垃圾。好，等一下有新人了，等一下有新人了。全部 out。好，让我来雕刻一下，我让你们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艺术。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叮叮叮咚啊！做出了一个迷人的艺术，好漂亮。这样子把我们摸死他们睡觉，压力值应该也降很快了吧？摸死有点饿，为啥？食物这么多，你还可以有很饿？食物虽然很多，但是都是软泥糕哎，我觉得软泥糕可以开始停做了吧，好像不需要那么多的厨师了，厨师太多了，厨师太多了，我转职了，我一个人当厨师就好，我跟妮妮当厨师吧，两个厨师差不多吧。好，那蓝猫转职，蓝猫以后就是收菜的，还有搬运工。新的冰箱电线没接起来哦，我看看。摸死压力还是很大哎。有啊，电线有接起来啊，只是还没盖好而已。哦，可以做炸泥糕哎，我们还是不做炸泥糕吧。哦，可以做这个刺梅。好，这边快盖好了，这边快盖好了。来来来，我来给你们画个几下。我来给你们画上几笔。我乃现代唐伯虎。唐伯虎要来了，各位观众。唐伯虎，等一下，他习惯了慢一点，他习惯在最后关头才出现啊。唐伯虎来了，还没来，那先搞这个吧。唐伯虎应该是很忙啊，可能在忙着右边的雕刻。啊，摸死压力也开始降了，可能在爽了。莫斯，你看，就跟你说，跟着我绝对有得你爽哦。唐伯虎在忙啊，不好意思，雕刻这个真的太累了，休息一下。泥土也很多，没电，没电啊！这电是怎么样啊？哦，这个是直接这边哦，说嘎。氢气发电的效率真差啊，这边好多二氧化碳啊，帮我挖一个洞让污水流过来。好，快弄好了，莫死压力越来越低了。唐伯虎呢？哦，我应该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哦，所以才没有来这里雕刻啊，可能是去啊，没错没错，我来画画了。先画出了一个蒙娜丽莎，这个深刻的作品让每个复制人的灵魂哦为之震动，发生饥荒了，哇，我贼饿，不行了，我要去吃东西了，真的是贼作哎、欸。
啊，不饿了，不饿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又有力气了。啊，吃饱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。背过来，背过来。其实这一条管子好像有点拉得太高了，所以大家爬过来都很久、哦。等这边真的独立之后，就把这个门锁起来，就把这个机械器把它锁起来。在这里的就给我乖乖在这里工作，好好的往上挖。没事没事，等睡觉之后他们就好了。妮妮没有工作哦，妮妮休息一下。叉烧得了低温症，没事没事，台大毕业的不会怕那种东西。电线也快接好了。低温症两个，脖子也得了、哦，一组的一组的啦，他们互相传染。好，大家过来这里睡觉。等我先看一下是谁在这边工作的，然后我们把床给分配好啊。然后以后在这里的就在这里了。这里有几个床？一二三四五六。这边应该不需要发电的人吧？如果真的有需要发电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再开门派一个人过来。但是啊，先把这里给盖好。我死72%，看一下厕所修好了没？沙子来了之后，厕所就可以动了。没有电力供应，哦，这次是没电了是吧？哎，新人，大家觉得我们本土跟这个新区域需要几比几嘞？我感觉本土人多一点吧，10-1吧。你们左边自己独立吧。仓库是互通啊，没有仓库哪里就哪里了。好看有什么样的复制人，都是室内设计师哎、欸，鼹鼠之手，很会吸空气哎、欸。这个大嘴巴，好，我们就加一个大嘴巴吧。都没有女的啊，已经很久没有女生进来了、欸。加入一个大嘴巴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厕所。哎呦，这个厕所怎么脏脏的感觉啊？有很多二氧化碳哎、欸。我、哦、这里该不会可以盖一个二氧化碳滤净机吧？它也会生污水嘛，是不是？我看看啊、哦，二氧化碳。处理二氧化碳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它有什么效果？要接电吗？嗯，要接电的。再接上去会不会？不好说。然后它好像会喷水吧？哇，要有干净的水哦！没这种东西，兄弟，没这种东西。没有什么东西，聊天室是暴走啊！哎，这里有了，这里有了 ，JJ， 别来这里煮饭了，这里该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厨师。好，等等，我们这个 J 计划、哦、一国两制政策准备正式启动啦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左边需要什么样的人才。嗯，好，我们左边呢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床，上面还可以再盖一些。然后左边的目标是往上挖，直达地表。右边的话，好，右边的话，学长妮妮我，啊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八个，这里八个。左边的浴室需要吗？
我们先试试嘛，我们先试试嘛。好，我看看啊，那这里是需要挖矿的。挖矿的跟盖房子的，右边已经不需要盖房子了。挖矿盖房子的，熊熊盆年 ，UC 博之，还有 UZ， 谁来的？啊，熊熊盆年 UC， 好，熊熊在这了，盆年 UC。UZ 也丢上来，还需要什么？他们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厨师？没事，他们自己就可以分配出一个厨师嘛。再来，紫云是可以干啥的？紫云是发电的，好，紫云也丢过来帮你们发电。再来这边。最后给你们一个多功能的摸屎，好，把摸屎也丢过来啊。那剩下的我们就在这边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锁门，任务完成。发生饥荒了，蓝猫，蓝猫肚子饿了，蓝猫快吃东西啊！阿桑哦，阿桑应该在我们这边吧？我看一下，好啦，等等，好像有一个没有床了，我们就看他去哪里就去哪里了。有人得包子了，蓝猫急需食物，蓝猫去吃食物啊！你干啥？去吃啊！哦，剩软泥糕了是不是？那个卫生署这个。公布新规定，其实软泥糕也是可以吃的。蓝猫，你就吃软泥糕吧。好，就在今晚，一国两制正式启动。净水器下面有淤泥。净水器的下面，哦，这里有淤泥哦。阿尚，捡一下。没有，等等，变两边之后就没事了，就可以开始正式工作了。学长很闲哦，学长你躲在这边干嘛？快点回来啊！发生饥荒，六六也饿了。我们这边有脆皮刺梅啊，脆皮刺梅也是可以吃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有脆皮刺梅可以吃啦，被吃掉了。六六熊熊都有点饿。好，其实软泥糕是可以吃的，各位朋友，其实软泥糕是可以吃的。啊，这样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这边只有软泥糕可以吃啊，他们那边有小麦可以吃啊。哇，学长好辛苦啊！学长，你要不要回来啦？好像要晚上了。哇，学长快回来！学长快回来！包子感染，阿桑又感染了。这阿桑真的有问题的、啊。哇，他们吃那么好，我们吃土，他们吃小麦哎、欸。夜晚了，准备正式启动这一计划最后一阶段，新天地。等到大家要回到自己家的时候，门把它锁起来。都睡了吧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学长嘞？学长跑哪去了？
哎呦，学长你干嘛？哇，学长在这边上厕所，快点啊，夜晚要结束咯。快快快快快快回来快回来。你还不回来吗？快回来快回来。好，我数一下，我数一下人数都在一二三四。奇怪 ，UC 嘞？哎 ，UC 在这里的厕所。好，等到他们黄金交叉的时候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六个都在了。这走回来都白天了。没有，真的把每个人都调成闲置。软泥膏没有收好，哇塞，谁把软泥膏拿出来不收好啊？好，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等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时候很关键。我要看一下有没有人越过这个门。哎，萌萌小蝶，不要，不要过去，锁门。快锁门！哎，你不要把自己锁在里面。然后，这个哎，不是这个样子的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进去了？门是锁住了，先开，先开这个门，先开这个门。好，开了。等等等。好，先把门打开，先把门打开。好，然后来这里，那怎么这么不受控制啊？来这里啊！哎哎哎，紫云回来，好，关门。哎，紫云，别走啊！你是属于里面的，你不能离开，你不能走。你是里面的人呐、啊，谁来锁个门好不好？紫云，别再来了。A2锁起来了，水，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了，好，开始分配工作了。左边的话，我看看哦，你们这里有谁？这个是不能挖的、啊。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你们已经有发电了，你们也有画，有床，有烹饪台，那不做这个了。你们这边有无限的小麦哦。好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他们工作啊。这个位置能不能调啊？按名字排序，我可不可以按国家排序啊？好，我看看你们这边谁适合做饭啊？你们这边有 UC、UZ、摸死、彭年，还有熊熊，没几个会做饭哦。彭年挺会做饭的。嗯，好。彭年负责按摩跟做饭。那你们这边一个人做饭就行了。水，他们需要水吗？没有吧？人家挖着挖着地板就有水啦。这个挖上去到处都是水啊。好，他负责这个。啊，你们这边还有谁 ？UC 负责做啥？
哦，好，就这些吧。熊熊，熊熊负责挖土，还有搬东西。左边没水哦，地上有啦，地上有啦，没事没事，他们暂时不缺。复制人闲置，彭年没事做，彭年你怎么可能没事做呢？对对对，主菜，学长没事做，学长是做啥的？啊，学长是盖东西的。好，学长，你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发电，这很招新人哦，我们已经不招新人了。啊，你就是全能了，学长。紫云，啊，妮妮，我们这边啊，要自力更生了，接接啊，接接也是做全部的事。好，紫云，最后紫云，最后紫云，紫云的话，他们这边哦也有他该做的事啊，搬运、挖掘、建造跟清东西，好，完美。紫云好像可以负责收货啊，没事没事，这样子这样子，左边的进度就很快了。好啦好啦，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事啊，那个地上。有空清一清，有空清一清。啊，你看，这样 J 计划就运作起来了嘛。没有人会往右边跑，大家在自己的地方做该做的事。这里虽然厕所简陋了一点，但是有大家一起努力的那种感觉，你懂不懂？那是一种 feel。说不定他们等就挖到水，挖到天然气，啊，人生就此起飞，是吧？这边大家都挺努力工作的，只是地板没人清哦。啊，我知道，清地板，清地板，全部打开，这样子哦，大家就去擦地板。晚安哦，黑衣的剑士，低温症，彭年得到了低温症，没事，低温症是没事的。右边啊，看一下右边。哎，这里少了人来吸氧气之后，氧气感觉有点多。上面也要开挖，无法抵达挖掘场。这边都到不了哦。So god，难怪都没人过去啊！这不是跳上去就好了吗？好，优先等级7等。就来弄啊！我有包子症，没事吧？氧气不足，这边氧气哦还是很够的，只是吼，这里也该做点事情啦。来了来了，这里哦有我们蓝猫，哎，蓝猫转型全能，脖子在那里挂，你们不要乱讲，脖子就没挂哦，脖子怎么会挂？其实哦，这里光是发电。就已经很惊了啊！光是发电就已经很恐怖了啊！右边我觉得暂时都挺好，这样子大家压力也降下来。因为原本哦，有一些人哦看彼此就不爽，这样子把他们分开之后，大家就开心了。然后这边一路往上挖，这里有空气，其实左边真的挺好的。啊，这个餐桌也要分一下。脖子在哪？你这个分给 Moss 好了。这边熊熊又不属于我们这里，这个给学长。你我萌萌小蝶，萌萌小蝶啊，萌萌小蝶是我们的。彭年。横年是对岸的 ，UCE 也是对面的。阿尚是我们这吗？啊，阿尚，给阿尚。那就不能自动分配吗？这么北蓝，这边还有谁啊？这边还有蓝猫，蓝猫，
叉烧也是对面的吧？叉烧好像也是对面的、喔。哦，这里有脏水，这里有脏水。哎、欸，脏水擦一下，脏水擦一下。两边哦，其实生活都挺好的，只是他们食物更好吃而已。他们这边食物哦、喔，是真的好吃啊，小麦。藤年每天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冻沙包，我们这边就是在吃土。叉烧还活着吗？我看一下叉烧在哪里哦。叉烧是哪？到底是哪边的、啊？追踪视角。哦，叉烧是这边的，叉烧是这边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这里好像就八个人吧。欸，我们这里有九个人欸，蓝猫、柏芝、萌萌小蝶，嗯，应该都有了吧？好像多一个，中间可以挖一条大道、喔。没有，等他们那个真的任务完成的时候，就是回归祖国的时候。好，看一下你们这里缺什么、啊？这里有氧气，我摸死，刚刚憋了一下气耶。明明氧气这么多哦，这边有点缺啊。虽然右边很多，但是左边有点缺哦。我也觉得右边可能要种菜了。右边这个样子活不下去的、啊。但是右边又没有办法种小麦，右边太热了。右边能种啥？你种小麦，这里几度？22度。22度，只能种面包了、啊，吃面包过活了。优先等级9等。好，这是右边吃面包，左边吃小麦。今晚的你想要住哪边？其实大部分人都会选左边啊，左边的生活是真的好啊，乐无边。这个优先等级再高一点，复制人闲置，萌萌小蝶跟 UC， 嗯 ，UC 闲置了。其实这么小了，你们还是什么都做吧。左边有食物啊，只是水比较不好；右边有水啊，只是食物比较不好。人生总是要做出一点那个。哎，你别抢彭年工作啊 ，UC。哇塞，你烹饪是不是比彭年还厉害啊？哎，零零零。按、啊、什么零？它还是红色的、啊，红色不是特别强的意思吗？这个 Z 计划，这个 Z 计划就很久，就不好弄了。左边有藻类，火力发电机。右边是缺这些金属，但右边其实右边还好，右边有源源不绝的泥土，根本就不可能会饿死了。而且这个冰箱有着这个先人留下来的食物。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但是食物倒是留给了我们。我们的终点哦，我们的终点就是挖到世界的尽头，一路往上挖，跟那个大地一样。哦，世界的尽头啊，挖上去，挖上去。左边怎么效率也变差了？哦，阿尚来捡东西。好像是、哦、他们太注重在这个食物了，食物调低一点，食物调低一点，他们应该就会去，还是在搞食物。物质很闲置，萌萌小蝶没事做。哇塞，萌萌小蝶在厕所现在没事做。
萌萌小蝶负责这个吧，低温症哦，没那么多低温症啊，六六也没事做，六六去挖矿，去挖矿怎么可能没事做？恒年没电了，没有气体。管道被阻塞了，看一下管道怎么了。突然停下来了，突然停止运作嘞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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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啊，积水是一直在积水哦，这个压力过大了，谁下去吸一下二氧化碳啊？有没有？下面二氧化碳太多了。那个，你们是不是有很多藻类？盆脸快死了，盆脸没事啊。谁要下去吸一下二氧化碳呢？好，这个再往下挖吧。下面也都是二氧化碳哦，这边还有一些氧气。盆脸快无聊死了，我们快点把这里挖开。优先等级九等。先把这里给处理掉啊！这里是二氧化碳，更多的二氧化碳。恒年虽然可以处理二氧化碳哦，但是这个量估计它是处理不了啊。左边融冰可以变水，要怎么把它融冰啊？熊熊跑过来了，熊熊要去哪？又跑回去了。你们在干啥？我又跑回去了。两个在装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熊熊跟熊熊现在只负责挖矿。熊熊，你只负责挖矿。UC， 他们在想念祖国啊。你也是负责挖矿。好，看一下他们要开挖了没？他们跑去哪里挖矿了？啊，熊熊先吃东西，先吃东西。对对对，你们先吃东西。吃完就可以去挖矿了。我们来跟踪一下熊熊。兔子人闲置 ，UC 闲置了，无法抵达挖掘场。跑来按摩了！哇，你们太爽了！好，熊熊来了，熊熊来了，熊熊开挖，熊熊开挖。知道啊，再给他们勾个建造啊，这样跟熊熊跟 UC 哦，就会来建造了。熊熊闲置，怎么可能闲置啊？快快快，开挖开挖，挖完之后盖东西。没有材料做梯子，你们这里该不会？没有砂岩，那你们这里有啥？我看一下你们这里有什么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太小看他们了，这里都是花岗岩啊。不好意思，他们这里都是花岗岩哦，他们是有钱人哦，要换成花岗岩才行啊。
他们这里用的是高级资源啊，不是用什么沙子做的梯子啊，是花岗岩，难怪这里也没有继续上去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我终于明白了。他们不屑用沙子做啊，他们要就要花岗岩，一路给它盖上去。好 ，Oakley， 优先等级八等。泥土哦，右边都是吃泥土啦、啊。啊，有了，终于坐起来了啊！难怪你们刚刚都不动啊。我不好意思，我指令下错了。我想说你们怎么都不理我。那是因为他们要用花岗岩做梯子啊。哎，这里挖大之后，结果压力还是太大啦，可能要再挖下去一点啊、哦。这里都要挖开才行，这里都要挖开才行。这里优先等级九等。好，都是花岗岩，都是花岗岩。花岗岩梯子长得比较厉害，真的假的？你也太会看了，我是完全看不出来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哦，我们的这个本地人过得如何了？本地人哦，主要都还是在发电啊，彭年啊，彭年知道这里的设计很好，因为这里哦，我设计这个地板是网格砖，那个水会直接流下来的，啊，所以哦，彭年就顺势的让水流下来了，动起来了，动起来了。啊，水流出来了，水流出来了，这样就有水了，这样就有水了。左边会没空气哦，真的假的？很多啊，贼多哎。虽然看似要没了，但是空气真的很多啊。啊，不然我们就放一点。放一点藻类脱氧机嘛，好不好？放了两台吧。再接电线。哎，好像不能接这个、哦，接这个会不会爆掉？跳过去。没藻类了，他们这里多的是啊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藻类，哇，到处都是藻类啊！他们这里到处都是藻类。好，右边的话则是不断的消耗着自己的资材。好好的做土来吃吧。右边就是生活区啊，左边就是有梦想的人啊。有梦想的人就去左边。好的，挖矿。为我们人类哦打造一片新天地，要聘请新人吗？不缺不缺，暂时不缺。右边人太多了，右边有冰可以种小麦哦，嗯，也是有啦。右边还有很多泥土哦，右边其实只要好好的吃土就好了。哎，为什么他要跑下来啊？他来收集什么？收集淤泥哦，这里才有淤泥啊！手嘎，右边的生活很忙哦。UC 压力有点高哎 ，UC 你压力高了就去按摩一下，这边按摩调的比较高哦，因为这边的人有梦想，所以哦，你们压力高一点的时候才去按摩，50啊，50以上才能按摩。左边的梯子小人不能走。哪个梯子？嗯，真的没有压力，那就不会成长啊。这里都挖开好了，让水流过去，然后空间也大一点。呀，一样要用花岗岩啊！要是不用花岗岩的话，左边的人会生气的。
优先等级九等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排气口的压力还是有点大哦。我们等他把二氧化碳排下去，不然二氧化碳太浓了。真的有努力，那就有享受啊！你看，努力完的人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了，然后再吃我们盆年做出来的盆年冻沙包。这个盆年冻沙包哦，啊，旁边就是他们所种植的植物。天然气发电如果用透气砖，哦，你都这边用透气砖哦，好像也是哦。直接让它水往下流好了，这样子大家都不用踩在水上了。很好，兄弟，你这好主意啊！这两个不用。优先等级九等。先搞这个。哎，排气口开始动嘞，好，有电了，有电了。这样子左边一边吃着盆年冻沙包啊，一边努力的工作，再给他们造一点氧气。没有，他们又很认真的在做，好不好？你看每个人都很认真在工作，已经很久没有人闲置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游戏效率可以这么好了。M1 终于动起来了，代表我们这个政策是正确的、啊。到时候那个施政满意度100%，左边不能洗澡、哦，你们有需要吗？他们有需要吗？他们暂时没有这个需求啊，他们的梦想就是挖到那个。世界的尽头，挖到了之后，那就有那个啦，那就有水了嘛。好，开始做网格砖，这个网格砖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看一下右边，复制人闲置了，叉烧这边。好，右边需要解决的是空气的问题，空气实在是太好了，空气实在是好到爆炸，这样子不太妙。我看看右边的人能做啥。右边的人也可以往下挖，哎，下面有一些受污染的氧气哦，还有粘土，哦，这边有一些沙子啊、黑曜石之类的东西，泥土。泥土有点缺了，无法到达此处，为什么？这边要有梯子才可以过去，是不是？他们不能跳进水里吗？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跳进水里吗？右边也种小麦哦，这里有啊，这里可以种小麦，有二氧化碳。好，我们挖过去种小麦。食物腐败了，哎，食物烂掉了，食物烂掉了。原来是因为这群人不会游泳啊。好像不应该用这个啊，用这个比较慢。好，我们应该给右边搞一点建设了。好，这样子过去，再搭配上咱们的。种植床，然后这边把它挖开，右边有直达的梯子，不行啊，这边不能挖开啊。左边，紫云他们
没事没事，你们认真工作，你们认真工作，你们是为了梦想而来的。要关门啊！可是那边只有二氧化碳啊，二氧化碳又不会流到我的居住区。我看一下啊，这样子二氧化碳会流到我的居住区吗？好啦，那做个门好了。反正它留下来，它留下来也只是被净化而已啊，因为这边氧气已经太多了，它也最多就是流到这边吧，或者流到这边吧，或者流到他的家。好，那我就搞一个机械气阀吧。好，这里优先等级把它调高啊，这样子明天应该就会有人来做了。氧气真的太多了啊，左边氧气很多啊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居住器的含氧量，蓝色的代表含氧量特别高，就是我们的睡觉的这几个地方含氧量都贼高。啊，再来看一下左边，左边你看睡觉的地方，虽然最左边的地方少了一点啊，但大部分还是都是青色的。只有中间这个管道哦，不太能生活而已啦。右边也有 Z 计划了。我、哦、这边没有花岗岩了啊、哦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没有花岗岩啊？你们有花岗岩吗？哎，说啥？右边也有花岗岩啊！你不要小看右边的人好不好？右边也是可以盖花岗岩，也是可以盖花岗岩砖块的。但是右边的盖房子专家是谁啊？好，右边需要一个盖房子专家啊、哦，学长吧。学长，你别做那么多事了。你就负责盖房子。右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、啊。哎，要用花岗岩盖梯子哦，不好吧？你明明就可以跳下来，在那边骗我，在那边骗我，不能跳到水里。物资很闲置，叉烧，叉烧你怎么没事做？哦，叉烧是发电的，电太多了是吧？那你就去挖东西吧。哦，叉烧你没事就去挖东西。这个地板很多食物哦，每个人都可以吃软泥糕啊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右边也开始做起来了，右边开始动工，左右开工。我还没用过纺织厂哦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的领导人 God JJ 哦，也是该换一件衣服了。另外一件做一件时尚套装跟清凉背心好了啊，天气热热的嘛，最近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然后我们就做两件舒服的衣服啊。左边的话应该快挖下去了吧？这个也都打掉好了。让水直接流下去。好，一样用花岗岩做梯子啊。然后挖开挖开。过了130天还在吃土，呜呜呜，这也是没办法的、啊。我右边也想要种小麦啊，大家快点，加油，马上就可以种小麦了。右边的效率真的很差，因为右边有太多需要发电的东西了。奇怪，这个电都满了，为什么蓝猫还在跑？哦，蓝猫跑完了，蓝猫跑完了。右边这个民生需要发电量太多了，这氧气还很多哎，我们可以暂时。把发电的这个调低一点。新人哦，没位置了，没位置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位置了，有位置了。啊，有位置了。
挖矿专家，挖矿专家。上面要放东西哦，啊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要负责做啥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水里，好，水里负责挖矿，还有建造。在这边盖一个仓库吧。低温症，左边的人行不行啊？你们怎么一直生病啊？加油，大家帮左边的人加油，加油好吗？加油！你们要盖仓库哦。好，他这样子哦，就会一路挖过去了。哎，看怎么跑下去了？这里在干嘛？嗯，水里跑这么远，哦哦，水里来做衣服了。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新来的真的不太懂哎，左边好像问题比较多哎，无法使用啊，这个需要泥土哦，哪有这种东西？我没有这种东西啦。泥土只有本国才有，好不好？那种高级的材料，你们这里只有花岗岩啊。卫生间也没有清水。我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弄出一个净水器，沙子。你们也没有这种东西啊，这种东西也是本国才有啊。地板都没有泥土啊，泥土是超级稀有的材料，好不好？不是在这里就可以找到的东西啊。算了算了，我这里都给你们设计成透水的，应该是没差了。要进口啊，要帮他们进口。进口这个清水是不是？我们本国人都用不够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子这样子，学长李尼他们会抗议的、啊。哎，衣服好像做出来，衣服好像做出来。衣服呢？时尚套装，我穿吧，我穿吧。时尚，时尚，最时尚！没有，右边也是很努力在工作的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该跑步的跑步，该做食物的做食物，该浇花的就浇花。啊，拿点肥料。时尚，时尚，最时尚。这边做好慢哦。这边是因为，可能是因为都用花岗岩啊。花岗岩看起来是真的有点少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能用花岗岩啊！啊，这边是用粘土，好，我决定用最高级材料沙子，啊，用沙子来做，储存的那个没设定，哪个？左边的储存的没有啊，左边储存的都有在跑啊，左边的垃圾桶好像快满了。哦，这边挖好之后就开始可以往上挖了，加油加油啊！真的，我以后一定是很会经营的、啊。除了这个不要放，这个也不要放，淤泥也不要放，其他你都可以丢进来啊。这个门是锁住了，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越过这个门啊，除非他们有一天这样挖过来。没有，左边那个叫做很会循环，好不好？
自体循环呢、欸。你看他们到现在有出过任何的问题吗？没有，他们到现在啊完全没有出过任何的这个意外啊或者问题，相当的认真在工作。这有深渊石哎、欸，这种深渊石真的是很硬哎、欸，顶砰砰。啊，这里哦，还有我之前给他们做的杰作，所以他们在这里睡觉的话，压力哦都是直直的往下降啊。然后地板我也是做了掏空设计，真的很想尿的时候，你看你有时候是不是？大家有时候早上起来啊，我都不想起来，但是又很想尿尿。经过我们这个设计之后，你就不用烦恼这样的事情了，直接尿就对了。哎，彭年，你没煮饭没戴口罩啊，还打喷嚏在那上面。哎呦，紫云闹铃啊，紫云闹铃啊，清一下，清一下。中间那层尿会满出来，哪一层？我们都这一层哦。清一下，清一下。大碗哦，大碗在这边就是负责煮饭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已经很久没有食物短缺了、欸，现在食物都超够了。自从我们一国两制之后，两边吃自己的食物，很好用。把第二层也做成透水哦，哪个啊？你说这边啊、哦？这边要种小麦，不能透水啊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想把水累积在这里，有一天它就成为了一个游泳池。总有一天，他们床底下就是游泳池。左边效率大概就这样吧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估计134周的时候可以挖好啊。再看一下右边，右边这边，挺安全的感觉。泥土也还很多。啊，继续挖，继续挖。哦，要让大碗那边透水哦。对对对，这样大碗一边工作就不用跑厕所了。可是透水的那个要盖很久啊，因为他们这里还没有弄好。这里弄好之后，那个水全部滴下去了就好了。门没电，然后门没电，那个门不用电的啦。哎，其实我们右边已经对左边很好了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通风口？这吸的是我们那边的二氧化碳，都被它给吸过去了。我们这边所有的二氧化碳哦，直接都送过去了，所以我们那边也是有点缺资源的。快快快，挖开挖开！对对对，那边通通挖开，那边通通挖开。再来，他们要把这个网格砖哦，网格砖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是铜矿石，他们不屑铜矿石啊，难怪一直没做。你们应该要用的是这个，你们有啥？铁矿、黑钨矿。有这种东西吗？黑钨矿这种高级的材料，谢谢 GNA， 感谢8个月哦，巴巴拉巴巴巴，有没有黑钨矿？哎，是有那么多吗？好像也没那么多哎、欸，看起来你们没有想象中的有钱啊。其实你们也没那么有钱啊，哎。你们两个在这干嘛？来来来，做一下花岗岩的梯子。哎，你看随手都可以捡到花岗岩啊，地上满满都是花岗岩。左边啊，左边都是一群热血的人，好不好？莫斯跟 UZ 哦，他们爬不上来，好像被这个挡住了吧。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子他们就可以上来了。
他们在这里也不会缺氧啊，因为这边都有氧气啊。哎、欸，他们上来了，他们上来了，来来来，盖这个，盖这个，这盖好之后，水流下去，你们压力又可以下降了。黑屋矿没了、欸，这个什么金汞，金汞，有这种东西吗？你们这种东西吗？估计是没有啊，又是本国人才有的。你们啥都没了，归零了。没办法进口啦。好啦，可以，我知道了，可以做一格啦，好不好？你们那边可以做一格，就这一格，就这一格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小屁哦，感谢十个月哦。现在还没有办法，还没有开放贸易啦，时机未到啊。不溜不溜，等等直接开挖，说不定就挖到了。这边有很多深渊石哦，还有藻类。藻类的话就拿来做这个藻类拓氧机。大家觉得左边还需要什么啊？左边应该什么都不缺了吧？什么都有了。没有，那个床就跟你说是透气的，高科技的啊。污水转换器哦。污水转换器，他们没有沙子这种高级材料啊，沙子也是很难找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时尚套装，我怎么还没去捡起来啊？啊，我的时尚套装嘞，发直接嘞。接接呢？哦，右边的这个小麦区也快做好了。接接呢？啊，接接。然后去做大事了。哦呦哎，我已经穿着时尚套装了啊！原来这一件是多的。那个学长穿好了，学长最近好像有点怕冷啊。我刚刚应该做的是清凉背心才对啊，为什么会做出时尚套装啊？为什么会是这个啊？因为两边的这个天气本来就不太一样嘛。好，来看一下左边这边啊，啊，开始往上盖了，开始往上盖了。这边有一个网格砖，这样水哦就会哗哗的流下来，再哗哗的流过来，最后变成一个游泳池。等到那个、哦，等到这个两国正式开放之时，右边就会来参观左边的游泳池。左边啊，左边也没什么好参观的。右边想要的，右边该有的东西他们也都有了。现在看起来啊，这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蛮荒地带啊。哎 ，C 里怎么没有床啊 ？C 里没有床哦。给 C 里做个床吧。哦哟，新人哎，小麦的污水要清吗？嗯，好像有的要吧，没清也不会怎么样哦。清一下好了，擦个地板。好，擦一下这个地板，擦一下这个地板。上面那个门，哪个门？上面还有门哦。上面那个门是自动开关的、啊。这个压缩仓库里面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哦，盖过来了，盖过来了。这边有点难呼吸哦 ，Sally， 你一定要撑住啊！坚持住，坚持住！哇，挖通了，挖通了！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是这样走的，竟然不是走这个正门过来的，那个是自动开关的、啊。加五个积雪，没有，那个自动开关指的是你头撞上去它就会开了。如果你有插电的话，它就会感应然后开关；如果你没有插的话，你头撞上去它就会开了。哎、欸、，CO2 要过来了、欸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看这个氧气含量这么多，不看南部就还好，没有那个门就可以开哦、喔，
哎呦，这里要爬那么高哦！哇，你们好勇敢哦！真的勇敢，这有氯气耶！我觉得等等要转个弯了。哇塞哇塞，好高啊！你们要不要再搬上去一点啊？他们还是持续的在用花岗岩呢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花岗岩就跟地上的小石头是一样啊。等上面盖上去之后，我们可以看看上面，漂白石哎呦，这里有漂白石跟氯气哎。哇塞，漂白石啊，漂白石可以洗手哎。我们这边也在开发，快开发起来了吧，大概吧。可以把新鲜的氧气挖出来吗？哪里有新鲜氧气？他们又不需要，他们氧气已经够多了。这里还有一些普通的氧气哎，但有需要的话也把它挖开吧。有人失禁了，是谁？彭年做菜做到一半就失禁了，真的没有这个了。深渊死还不能盖地板。留下去，留下去！你看，真的是高科技啊！就这样留下去啊，就留到这里了。左边运作的真好。上面有顶针芦苇，左边也可以开始做那个了。哇，左边也可以开始做衣服了，很好哦，你们有衣服穿了。那这边芦苇的纤维有点少哦，好像是没有人去收获、哦。有啊，我全能哎！大家应该对左边挖到什么地方比较有兴趣吧？来看看右边啊，右边小麦也可以开始种起来了，小麦种起来。右边的地板要调优先顺序，没调吗？哦，原来地板优先顺序太低了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这里一直没地板？水都流过来了，合体污水硬，普通的水。无限水要把门打开才会喷水，没有，它这样就是无限水了。这个水已经是超级有够无限了，用都用不完，我从来都没有把这个水用完过啊。没有，那个真的是不用插电了，你真的看着就知道了，这个东西是不用插电了。你看它真的怎么开这门啊？对，头撞上去就开了，那是全新的科技啊。有的便利商店哦，也开始用这种科技了。哇 ，Cindy 辛苦了 ，Cindy 辛苦了。好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好，盖出来了，盖出来了，这样子哦，就有地板了。没有插电太耗电了，哪那么多电让你用？哦，这边有一些脏水，恶心恶心，怎么可以让脏水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啊？这太恶心了吧，赶快把它擦干净。一眼都不想看到脏水，快点擦干净，擦干净。等一下哦，六六有点危险，六六有点危险。哇，六六危险了，快跑啊，六六！哦，六六快跑，六六快跑。好，擦干净，擦干净。看到脏水哦，心情就不好。我身为
我身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，不行这样子啊！快点把脏水擦干净。小妹那边会受污水影响啊？有啊有啊，我在擦了，我在擦了。快擦好了，快擦好了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小麦的种子哎。复制人闲置，学长跟 Sally 没事做了哦，他们两个是负责开挖的，是吧？酸麦哦，好，那你们两个接下来负责收获堆肥吧，还有搬运跟清理。哦，这样子人人有事做了。这里该不会我们根本就没有种子吧？种子在哪里？酸麦的种子在哪里？哎，不是吧？我们这边没有种子，真的很惨哎，好可怜哦！帮东边的人 QQ 啊，好可怜啊！估计连小麦都吃不到了，这边吃的真的太好了，太羡慕他们了。还有含喜草，这里竟然还有含喜草。UC 没事做 ，UC 怎么会没事做？你们该不会楼上都盖好了吧？哇塞，牛逼啊！楼上都盖好了。那就转个弯，继续盖啊！对对对，盖上去。小麦上面会喷污水，小麦的上面会喷污水。为什么小麦的上面会喷污水啊？不会啊。你说我那边啊？哇塞，左边的人效率也太好了吧！通往未知的领域了，直接通往未知的领域了。哇塞，左边的人真的很强哎，就这样一路盖上去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看一下，来了 UC 来了 UC 来了，直接带着花岗岩，他们已经习惯这样子的工作了。这就是真正的 J 计划，这才是 J 计划，是一个梦想的计划。上面有氯气哦。没有，这边都是氧气，说啥了？左边才有氯气，左边还有一种吊胶树，哎，那是右边的人哦所吃不到的美食。要建北国吗？可能之后会哦。盖上去，盖上去，土法炼钢，还有没有花岗岩啊？谁在想我？你们会不会最后也缺了花岗岩啊？不会吧？你们有顶真芦苇嘞？有顶真芦苇的话，还好还好，你们花岗岩还很多啊，看起来我是不用担心的。我这好像是多余的担心啊，他们花岗岩满地都是。氯气哦，没事没事，吸着吸着就没了。这里都是花岗岩，这种含喜草哦，含喜草是来降温的，没有其他效果了吗 ？Sally 得到了低温症哎，哎呦，我们真的没有种子啊，惨呢，好惨呢。那我们可以种啥？我们去找种子，右边的人要饿死了。上面有酸麦，还有哪里有？
好，要去上面这边找酸麦啊，把它挖起来就是种子了吧？这边有酸麦。好，直接上去，直接上去，然后把酸麦挖起来。这个应该挺简单的吧？我觉得这工作是挺简单的啊，我相信你们可以。你看我这里，我们东国还帮他们西国处理污水，处理这个污水。你知道用掉多少的沙子吗？就知道我们对他们有多好。处理完这个污水哦，可是会喷出一大堆的受污染的泥土跟二氧化碳的。左边一点的水里也有酸麦，我刚刚有看到，但是那个会碰到水，我的人会不开心。是不是有这个奇怪的东西飘下来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带了东西下来啦？然后一直有东西滴下来、欸，没事没事，一点水而已。这样子能聚在一起就越来越多了。我们的梦想游泳池就快要形成了。难道后期会没有沙子哦？那没有沙子就没办法啦。反正我们左边也没有看过沙子这种东西。这个芦苇搁浅的，芦苇会搁浅的、哦。不不不不不！哇塞哇塞，滴下来了！你怎么不直接跳下来？那样不是比较快吗？哇塞哇塞，这里的人真的手脚很利落啊，贼矫健。吃饱喝足哦，就是能够爆发出这样的力量。那一个氯气躲一下，就这一个哦。啊，那这边不挖吧。UC 没事做 ，UC 为什么没事做、啊？哦哦，这个楼梯一次只能站两个人哦，手尬。哦，这个是不是氯气有差吗？氯气真的有差吗？真要转弯呢，危险的、啊，真的危险的、啊。你们是不是在胡乱的、啊？那这个也不挖吧。好，慢慢的挖上去，慢慢的挖上去。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。大家还是帮东国加油吧，东国现在要搞的是大工程啊，我们这边搞的真的是大工程哦。培养土，梯子花岗岩，没有花岗岩啊，我知道了，没有花岗岩，我们只能用更高级的材料，沙子。哎、欸，哦。哦，上面都是酸麦的种子哎！快快快，过去把它们捡起来。好，这一通都捡起来。哇，发财喽！发财喽！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一堆酸麦啊？也太赚了吧！好，那这个 Staley 就做回他之前的工作吧，也就是挖掘跟建造，还有一个是谁？啊，还有学长，缺人吗？不缺吧，不缺吧。我觉得这里人挺够的哦。哦 ，Staley 进来了 ，Staley 直接冲进来了，带着一堆砂岩。他一次带了四坨砂岩，但是估计还是不够、啊。哦，学长还带着砂岩进来啊！未经冷藏的食物，你不把软泥膏拿去冷藏啊？好扯哦哦，原来是冰箱满了，食物太多了，
食物太多了哎、欸。嗯，挺稳定发展的。然后看一下西国的状况。西国这边的话啊，也还是哦，慢慢的在往上挖啊，挖的挺快，挖的挺快的。右边的门水门新干净了，哇，这大事件，大事件，赶快，赶快！哇塞，这里竟然有一坨水，太恐怖了，快把它擦干净。这里还有没有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，水擦干净了，没事了，危机解除。找一个楼梯，他应该可以直接跳上去吧？我记得西国的人手脚也没那么矫健啊，他们不能用沙子，不能用沙子，他们要用花岗岩，或者用深渊石，他们要用深渊石才可以造出这个梯子啊，用深渊石造出梯子。无法到达此处，这边是怎样？没有办法再爬上去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挖掉。然后我看看左边缺啥、啊？深渊石超多的、欸，满地都是深渊石啊！他们活的根本就跟我们是不同次元的、欸，他们用的石头叫深渊石、欸，哎，上面还有天然气泉，哎、欸，有水了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天然气不是水啊、喔，可是下面的楼梯。一开始的时候都一格就可以上去了。哦，这样子是跳不过去的、啊。好，用深渊石盖，这样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？西国的仓库太远了。嗯，这也是没办法了。你们要盖那么高，怎么可能带仓库上去啊？而且哦，其实他们盖这么高，一直都是有氧气的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用回来。就是材料真的有点远啊。不过他们随便地上捡也有深渊石啊。我接下来就用深渊石盖吧。哦，好，这边盖，哎，哇塞，是沙子哎。这个上面改成深渊石盖的，这样子他们就不用来来回回了。我刚刚说沙子可以拿来干啥？沙子可以拿来干啥？嗯，沙子可以做什么啊？沙子好像可以做滤水器吧？哦，这里有水。哇，1341克哦！把淤泥转化成藻类肥料，用沙子净化污水。哦，哎呦，你们要有水嘞！可是你们其实在进行这个工程是暂时还不需要水的吧？再晚一点，再晚一点，先往上挖。你看，再往上挖，我们这不就挖到水了吗？根本就不需要水啊！大家觉得他们需要水吗？可以帮我问问熊熊跟彭莲的意见吗？为什么空气看起来很脏哦？没有，你看青色的就代表。新鲜的空气，就像阿里山一样。小麦的尿不清吗？那是肥料。算了，还是清一下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东国这边发展的如何了。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漏水了，漏水了。哇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！还好这里有个坑，还好这里有个坑啊，还好这里有个坑，守住了。
哎，这样很恶心哎！快点，快点，把地板的水清干净啊！我们不能允许有污水在地上啊！哦，是从污冰下来的。哦，应该是挖这个污冰的时候它流下来了，好恶心哦！快点把它清干净，快点把它清干净。清干净，清干净，复制人闲置了，很黏。食物好像太多了、欸，那盆莲你可以不用再煮菜了，你来负责。哎、欸，盆莲有负责擦地板啊，盆莲擦一下地板，擦一下地板，再负责收成好了，收获。可以多盖一格来挡水哦。这个水好多、哦，这边好像可以盖一格的话，水就会往右边流吧。我们盖一块地板在这里好了，那水就会往右边流。先盖这个，先盖这个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先盖砖块，用沙子盖就可以，用沙子盖就可以了。那专心擦地板。好，地板擦干净，地板擦干净。哎，到睡觉时间了，到睡觉时间了，可以准备睡觉了。好像还久哎，只是天色有点变暗了。哇，这边的人好忙哦。擦地板也是很累的，擦地板呢、欸，多么累的一件事！哎、欸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，快点擦干净，擦干净。用滚轮移动地图哦，这样比较快哎、欸。好、哦，来看一下上面的状况，好高哦，好高哦！哇塞，又是氯气。真的要转弯了，不管了，先往上来说。这里都是深渊石，我们就继续用深渊石来盖梯子。深渊石超多，比路边的小石头还多。好，这样子上去，这样子上去。西边的海豚，真的是西边的海豚。哎、欸，你看这样子，他们完全都不用回来、欸。哎，他们只要不断的往上挖，然后这个深渊石会刚好掉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是我刚刚特地留下来哦，放深渊石的，这样子他们就不用下去了，当仓库用。左边有种子，你觉得西国人会看得上这一点种子吗？看看他们的小麦，彭脸在干嘛？彭脸臭臭的、欸。Siri， 哎 ，Siri， 你怎么了？哦，哦，这边好像卡住了，快救救 Siri 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拆掉这个 ，Siri， 快把这个给拆了，快把这个给拆了，快跑！啊，紧走紧走紧走！哦，原来这个会把它给挡住的、啊，手把。好，优先等级九等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彭年那边啊，彭年熊熊他们啊，任务都已经完成了、啊、原来是任务都已经完成了。彭年真的没事做了、欸。已经没有酸麦子了、啊、那彭年你也去负责，那、啊、算了，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哇塞，彭年这个狮子哎、欸，到处走哎、欸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给他们左边盖一个
人体再造机，用深渊石做的哦。啊，用一点高科技好了，用一些花岗岩好了。拉电线。好，他们等等就把它盖起来了。左边这个空气哦，这个就是空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的那种东西，叫极光，好不好？只有北头跟南头才看得到。没事没事，那边电很多啦，不用暖炉哦。你看他们做了这么久，他们有抱怨过吗？没有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暖炉。好，配置与运用。这个酸麦，真的把它挖起来，一路往上盖，一路往上盖。哦，酸麦的种子，去啦！这里二氧化碳好多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藻类，藻类要没了。有什么？有什么生氧气的方法吗？氧气好像有点多哎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这里就是发挥创意的时刻了。插槽在这边干嘛？插到你的床嘞？我插槽又倒下来了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这样子。然后带水上去电解，氧气贼多啊！这样子两边氧气都很多嘞。电解的在哪里？电解的。缺啥？啊、哦，管子还没装。那水一下用完了，用完了再说、啊。用完的时候就是我们两国合并之时啊。复制很闲置 ，UC 闲置了。这个电要哪里来啊？啊，再找一个人来发电啊，那就再找一个人发电啊。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嗯，找个谁来发电呢？发电，人力发电吧。我觉得这游戏最有效率的还是人力发电啊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好，插电完美，优先等级不用多说，快搞，快给我搞这个！我应该材料没选错吧？无限水太远了，哪能拉那么远呢？对啊，天然气发电是最有效率的，但可惜，可惜我们可怜的东国连天然气这种东西都没有。子瑜，你干嘛？哦，整理垃圾桶哦，苏哥，我还以为你想做什么怪坏坏的事哎，想要穿越这个国家的障壁。看下这里氧气含量贼充足，继续往上挖，继续往上挖。这里很危险啊！哇塞，这里这怎么转啊？这个能这样转弯的吗？我能这个样子转弯的吗？啊呵啊！
这个很难转弯，这个地方很危险啊。这样可以转吗？氢气没差哦，这样子氯气最后不是也会飘出来 啊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优先等级最高，这个优先等级调到最高。我们更左边哦，已经没有办法更左边了，我们已经是在地图的边缘了。哦，这样子把它堵起来，应该没事了。其实一直都有氧气哦，然后这边有深渊石。嗯，这样子挖上去的效率还挺好的。现在深渊石会掉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跑下去拿深渊石哦。那这两个不挖啦，这样子挖出来的深渊石就会掉在这边。哇，这样更有效率了。厕所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东西，所以他们也不用多想，就可以不断的挖下去。哇塞，效率100，西国的人真的太聪明了，这里的人真的太聪明了，这里的人真的屌啊。我在让他们啊，等等再吃食物，先不要吃食物。哇塞，这个西国发展的速度，是不是彭年在这边耍废？嗯，彭年你再耍废一下，真的是战斗民族啊！我们看一下东国，东国在干嘛？完全搁置，东国的这个挖矿计划是完全搁置哎，奇怪了，中国的人呢跑哪去了？哦，在挖地板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啊，在做这个啊，在做这个，啊，这种材料比较少哦。不是，是因为这种什么金拱旗的材料比较少哦，所以他们要。爬的比较慢，好看一下西边，哇塞，真的是很快，一路就挖上去了，只是他们的石头太硬了，这种石头跟沙子挖起来就不是同一种感觉了，他们光是挖一片，就要挖个20-30秒吧。东国往上，西国往下，不然我们另外一边往下挖好了。吊胶树哎，然后把吊胶树也挖起来啊。可是那个氯气很恐怖的样子。游戏的粉丝追起来了，他完全不用下去，他就在这里不断的挖。哎，他下去了啊，这是因为要睡觉了。食物坏掉了，哪里？哪边食物坏掉了？冰箱还很多啦，冰箱还那么多食物，这里也有一些氢气耶，氯气是会一直往下的，所以暂时都不用理它。不是，我们这边是要挖小麦，这个怎么盖这么久啊？盖了一天，这个都还没盖起来。好，把他们调成先吃东西啊，吃完之后再上去。他明天应该就会早起之后先吃东西。好，大家好，睡觉，大家好，睡觉啊，睡醒了，去吃东西。彭年的话，他是因为哦在等这个小麦。好，彭年，你既然没事做，你就去擦地板好了。彭年是在等小麦啊，哎，你看摸屎坐在这里，很开心啊，在等小麦长出来啊，理想的气压97%了。好，看一下上面的状况，啊，这一次换我们熊熊来了，熊熊登场，熊熊这边也是可以不断的无限循环利用深渊石哦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！我想你们都不饿吧？
欸，这个真的超硬的啦，这里还有铁矿石欸。哦，他们已经挖过这么久的深渊石了，铁矿石对他们来说跟豆腐没什么两样啊。漂白石不能挖开啊，这漂白石好恐怖哦。我可不可以偷挖一块漂白石啊？我能不能偷挖一块漂白石过来啊？欸，这一块好像可以挖开。哦，要有漂白石，要有漂白石。这有绿绿的、臭臭的感觉。没有吧？这两块，这三块挖的还好啊。物质很闲置，那一定是盆莲啊！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东国这边如何了。嗯，盖了两天，这电解器还是没起来啊。该不会是没有铁矿石吧？你们不会连铁矿石这种东西都没有吧？我可能太高估他们，他们可能是没有这种东西的。用铜矿吧，用铜矿吧。漂白石挖了要捡起来啊，是这个样子啊。输电线也用铜矿嘛，用铜矿就好了。优先等级调高，没有，我再稍微玩一下，我要休息了。漂白石，漂白石会生氯气哦，啊，漂白石要马上用掉是不是？漂白石去哪里了？好，尚未分配。好，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选择一种漂白石啊，漂白石也就只有一种啊。在这里要插电的吗？不用插电的，牛逼啊！这个东西好厉害哦！来来，他们带着漂白石来了，来来来，开坐开坐。还需要36.27千克漂白石欸。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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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爬的真的好快啊！那边地上有些水啊，哎，盆莲终于开始有事做了。哦，好想按下供体时间按钮哦。盖上面啦，他们都不会需要洗手。啊，这边终于盖起来了，刚刚真的是缺材料啊！啊，楼梯还是楼梯是什么情况啊？哦，可能这里的这种石头，深渊石啊，这种石头哦，太硬了，没那么好挖的，难怪效率这么差。好啦，慢慢挖，慢慢挖。把优先等级调高好了，那我们赶快上去把种子给拿了，赶快跑。学长，学长一直跟我在本国啊，生活得很开心耶，生活乐无边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氧气来了，氧气来了，呜溜溜，喷出大量氧气，喷出大量氧气。右边也有彩虹可以看了，好，看一下西国，西国的这个气永远都是满的哦，天然气发电太强啦。哎，我们在这，熊熊正在洗手哦，你们要去洗手哦。地上怎么变这样了？难怪你们上不去啊！哇，世界的尽头到了，世界的尽头又到了。
哇，这边也到世界的尽头了。氯气哦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你们可以回来了，你们可以回来了。这个应该上面挖掉是没事的吧？让他们下得来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完美通关欸，漂亮啊！来来来，继续过去，继续过去，我们挖回自己的家园，我们要回祖国。资源即将耗尽，这个东西要漂白石的。哇塞，哇，这个东西要花漂白石的。零号元素哦，你可以挖，但是它不会掉啊。啊，这边比较恐怖哦，这边开始稍微有一点缺氧了。中国也派人挖哦，好，中国也派人挖过来吧，有点远。中国的高度才到这里而已，你们还差得远呢。啊，零号元素也是可以干掉的，嘎，不是啊，这个高度也差太多了吧？饥荒，有可能，饥荒，哦，我忘记给你们设定食物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嗯，吃食物吃食物，大家请吃，大家请吃，彭年做的这些食物，贼好吃，贼好吃，来，那好好吃，不过西国的梦想游泳池。直到最后，还是没有盖起来啊！忘记放饭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游泳池到最后竟然都没有盖起来。哦，看一下，哎，真的好高哦，真的好高哦！这个我爬上去都不敢往下看了，这个吊胶束完全坏掉了。些氧气啊，氧气飘上来，氧气飘上来啊，还行。往上挖好像比较轻松一点呢，因为氧气会一直往上飘吼。哎，这里好恐怖哦，缺氧了，缺氧了！哇哇哇！中国面临危机啊！快快快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没电了，没电了！啊，跑起来就没事了，跑起来就没事了，是因为刚刚我们都跑去挖矿了。东国要还是得靠这个，还是得靠人力发电的。没事没事，有了这个人力发电之后，再也不会出事了。要往深渊探索了，深渊有啥嘞？深渊探索这件事，我觉得只有一国人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大西国人。接受挑战。一路往下挖啊，应该是。没有，他们挖矿速度很快啊，你就看他们挖的有多快，来给你们看看。往下挖的话，楼梯应该就不用了吧？要楼梯吗？要楼梯做啥？好，先稍微小试身手一下，就挖到这吧。梯子是不是调到材料了啊？深渊石，深渊石可以。其实用花岗岩好像更好一点。啊，西国的人开挖开挖，下面还是，好吧，还是有点缺氧的。
怎么办呢？往下挖还是挺麻烦的，哇塞，要前往深渊看起来是比较痛苦的啊。哇，稍微挖一下就要嗝屁啊！稍微挖一下就要嗝屁啊！往上真的比较简单啊，往上有氧气的。没事没事，往下挖，只要我们挖到有氧气的地方哦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可以发明氧气筒，有这种东西吗？哎哎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氧气出现了，氧气出现了。他们的肺活量都是很好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速度，各位请看这个速度啊！无敌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！啊，你一边往下挖，一边吸收下面的那个新鲜空气。哇塞，左边还有水哎！没事没事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我们让东国人也来做一样的事，看看。来，你们这边也往下挖，我们这边也试试。他们可以，我们也可以。但是我们要转个弯，啊，直接下去好了。看谁先到啊！来来，我们也试试，我们也试试。这个梯子不能用深渊石啊，哪来深渊石？哦，我们刚刚上面也挖到了深渊石哦，好像还行啊。可以可以，你看我们这边也行啊。有啦有啦，深渊石刚刚上去的时候还是有挖到一点的。来挖下去，这边也是很快啊，这边也是很快啊，盖起来了，盖起来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一路冲下去。我们讲一团污水，到下面，到下面这边就有氧气了，加油，中国人！我那个水库怎么弄的？哪个水库？你说这个水库哦，啊，我就找到了一个，我就找到了一个洞啊，一个洞会一直喷水啊。喷水，我就把它接过来变成水库。哦，有了，有氧气了，有氧气了。哦，你看这个挖下去的速度多快啊！嗯，我看哦，另外一边是完全比不上哦。实力的差距啊！这里一直在滴水哎，啊，还有水哎！这个水应该流到下面之后就比较好啦。等等，转个弯，等等，先转个弯好了。到这边之后，我们稍微转个弯啊。没有，那个是污水，什么的尿，你讲的那么胎哥，那个只是稍微有一点脏的水。好，往下挖，往下挖。不是，就不是尿哦。你们不要乱讲啦，就不是哦。那个是，那个是天然气发电机流出来的水，就跟那个，就跟垦丁那边的水是一样的。懂不懂？这里是垦丁啊！天然气还有吗？天然气超多的，天然气好像是无限的。这个电池，这个电池永远都是满的。左边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用掉了，但用掉了也没差，它很快又回来了。好奇怪啊、哦！这一台怎么都没吸到那个天然气啊？都送到右边那一台去了。
可能这台一直在发电吧。好，我要转弯了，各位抓紧了，要转弯了。转弯之后就会好挖很多了。好，挖通这里，挖通这里。转弯，转弯。急速冲刺，加油，西国人！好，看完西国，我们再来看东国这边挖的如何了。你看，这边也很快啊，这边还挖到了另外一个天然气泉呢。哇塞，天然气泉呢？好，把天然气接回来哦。可是没有地方可以放天然气发电了。哦，有氧气耶！哇塞，到处都是天然气耶，天然气也太多了吧！走左边这条好了，因为我们暂时是不需要啦，因为我们的人力发电还是很给力的。优先等级九等，冲啊！看谁先到咯。没有什么那满满的氯气，看好，看好这个空气品质啊，氧气高含氧量，特高含氧量啊！每个人睡的床旁边哦，都是超高的含氧量。这个懒猫的话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不要挖到天然气哦，哪里？还是没什么差吧，反正也没有要用。好，不挖它，不挖它，先把它放着。好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这样比较稳。来看一下西国这边挖的如何了。我们今天就挖到世界的尽头就休息吧。西国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哇哇，跑去上面了！哇，这优先度调高一点。他们已经不会两边抢工作了，他们两边工作都已经分好了。这个指令都不会左边的接到右边的指令嘞。味精冷藏的食物，软泥糕。哎呀，冰箱满了，冰箱满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来来，挖过去，挖过去。一路给他饿鬼，一路给他饿鬼。看掉下来了，深渊石直接造梯子。这是深渊石哦，一边往下掉，梯子一边往下盖，这个速度哦，挡都挡不住啊。吃东西的按钮先关掉，我们先不吃这个，我们先不吃这个。为啥没厕所？有啊，就有厕所啊，只是没有沙子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啊不对，是没有泥土哦。不好意思，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泥土这种东西哦。直到最后的最后，已经到了世界最高的地方，啊、还是没有找到泥土，可惜啊。恶鬼，恶鬼！哇，看他这样挖，好舒爽啊，挖得好爽。这边的人应该挖矿都练得挺高的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熊熊的挖矿，其实还好哎，才练到六等而已。看一下挖矿最强的人，谁是挖矿最强的？哦，是蓝猫哎。UC 该不会也 ，UC 也还好。没有啊，我是慢慢玩啊，我玩得很慢呢。西国人真的要进化了，人类哦、啊、就是要被逼到这种关键时刻，他们就进化了。
他们已经快直通懒猫家了，他们快通到懒猫的家里了。哎，又找到一个天然气泉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这块不挖，这块不挖吧，这样子应该就不会飘出来。哇塞，天然气泉也太多了吧！我们先把上面的取消好了，上面这个计划暂时是不需要哦。嗯，好，西国就先这个样子吧，我们就看看西国是否可以抵达世界最深的地方。那东国这边的话啊，东国也在挑战。其实哦，东国也接下了这个挑战啊，大家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也快到了。UZ 哦，没有 UZ 在左边，他们就活得很开心哦，每天认真的工作。西国人啊，你们只要给他们一个按摩就够了，就够了。他们每天下班唯一的乐趣就是躺在这个按摩床上，或者躺在自己的床上。哇塞！盆莲在大爆射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哦，孢子感染。你怎么会生病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整个西国就只有他一个人生病呢。西国食物哦还很多啦，超多的。哎，为什么要捡沙子啊？沙子要干啥 ？UZ， 你这沙子。哦，空气脱氧机哦，不用吧？你们哪需要这种东西啊？你们有需要吗？空气脱氧机耶。哟，在滴水，在滴水啊！哇，在滴水，在滴水了！快点挖开，快点挖开！嗯，真的，你要是一不做事啊，那个问题就会很多啊。哇，漏水了，漏水了！地上的小麦啊，等等等等，看一下东国，嗯，东国这边就挺中规中矩的，没什么漏水的感觉，慢慢的往下挖，这个也要挖掉，这个要挖掉。哦，下面有氧气耶，好赚哦！哎呀，看一下西国这边。挖下来了，挖下来了，又可以前进了，又可以前进了。梯子一定要选择这种深渊石做的梯子，不管怎么样，装饰值都会下降，哎，好惨啊！一顶爱用深渊石。穷鬼！哎呦，绿气，这有点恐怖，不好吧？转个弯。稍微转个弯啊，这个怎么转弯都会挖到绿气啊。先过去再说，先过去再说。UC 饿了。游戏里有点饿了啊！吃东西，吃东西！大家放饭了，放饭了！放饭，放饭！嗯，稍微转一下嘛。再来看一下东国。东国的话，这个楼梯，好，把它接上去。东国选择不转弯，不转弯策略啊。也是一样，直达世界的尽头。正在等待深渊石，这边好像都没什么挖到深渊石哦。这边是这种金矿比较多一点。安娜娜 L O L， 月月鸟，没事没事。Moss 压力很大 ，Moss 你最近压力怎么了？
哦，他觉得这里装饰比较少哦，我觉得还好啊。你给我滚进这个里面，你不要传染给大家了。虽然我也不觉得有人会被你传染，来进去进去，人体再造机，血量回起来了。老板真的审美很，真的很挑哎、欸。这个下面啊啊，还有在跑，还有在跑，还行。一直有那个滴水，我们是跟着这个污水往下冲哎，这什么、啊？这个氧气怎么会变这种颜色来？太恐怖了吧！稍微转个弯好了，转个弯再说啦。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应该是可以做起来吧。我相信你们，我相信你们啊。看一下另外一边，我妈在这里睡觉，嗯，挺好的。那我们上面，嗯，东国的空气品质哦，一直都很不错，一直都在完美。西国的话，只是自然资源丰富，从来都没有缺氧过，即使哦没有做什么。太多的城市规划啊，他们的氧气一直都很充足啊。你看器材的，要不要盖个中继仓库？不用不用，因为那个挖掉的石头都会自己下去的。这个游戏中继仓库是没有用的，他们不会把东西塞进去。好，准备起来工作了，准备起来工作了。中国的农业发展如何了？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农业的发展。农业的发展挺好的。谁去擦一下地板？有谁有空的擦一下地板？哇，这边氧气也是贼充足啊。为什么不把污水擦掉？哪里有污水？然后你说东国这边啊，嗯，没有吧？地上没什么污水啊，生活环境都没什么污水啊。挖矿这边的话，嗯，先把污水擦掉好了，我们把污水擦掉再洁净。有污水在这里啊，看着就不爽。来，把污水擦掉。东国要淹水了，水太多啦，快把排水口给拆了。好，拆开，拆开，拆开。我是怎么把二氧化碳弄掉的？嗯，像这样，我就是把它给过滤掉了嘛。你看，在我的地图上你是找不到二氧化碳的。等等。复制人闲置 UC， 没事做，你怎么会没事做？你没有办法往下挖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下面是不是下不去啊？有了有了 ，UC 应该又有事做了吧？水井要不要再开大一点洞？哪个水井啊？好，沤过来，沤过来，高速，高速啊！这边有一点水、欸，我感觉世界的尽头真的要到了，我感觉世界的尽头真的要到了，没有什么在失禁。他们那个叫做正常的、正常的大小便啊，那是习俗。那个水的喷泉啊，长这样啊，就是一个蓝色的会喷水的。
好，这边等我们把梯子给盖上来啊。哎，压力飙起来了，谁压力这么高？熊熊74%。哇塞，熊熊压力竟然74%哎。那我们来做一件清凉的背心吧，再来一件保暖的毛衣。好，这有空就去做一下。有食物，有食物。哇，水都流掉了，好可惜啊！感觉两边都要到地表嘞，哎，不对，都要到地底嘞，直达地心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大家一定行，大家一定行啊！这个氧气含量还是很充足啊，只可惜哦，氧气到这边就越来越稀薄了，到下面就完全没有了。好，哦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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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挖下去挖下去，可以继续挖。我们先挖到地底再说啊！好，继续挖，继续挖。现在连泥土都有16000了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挖通之后，我就不知道要做啥，先挖通再说吧。挖通之后，我们就来一个两国大和解啊！最后快乐的结束掉这个游戏。我们两国分开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见见彼此了。中国跟之前一样都没什么变，西国，地图变大了，人也变勇敢了，身体也变强壮了。看一下下面如何，下面如何？好，挖过来，挖过来啊！没事没事，他们挖得很快的。这边可是西国啊！哇塞，又是绿气，这怎么转啊？这怎么转弯啊？算了，挖通之后水灌下去，氯气应该就不见了吧。好，我看看啊，该怎么转弯好。转这边好了，这我也是没办法，地图太恐怖了。转这边好了，吸点氢气还是能活的。这里怎么不能造楼梯啊？好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子。是时候挑战氯气了，我是觉得不太好吧。好，这边不用挖，来挖这里。OK， 挖下去。啊，这边氢气吸一点是没事的，氢气是可以吸的，氯气听说是不能吸的。来看看东国这边啊，东国这边真的要到底了，东国这边都没看到什么氯气，奇怪，两个国家也差太多了吧？难怪会分成两个国家，我真的要把地图给挖通了。水可以中和氯气吗？不好说，复制人闲置 ，Sally 没事做，这里建造的、啊，该不会是没材料了吧？应该是还有材料吧，感觉啦。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来送这个材料了。啊，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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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就说还有材料嘛。这里又没事做了，可能这种材料比较少哦。我看一下，这里有沉积岩，好，我们改用沉积岩来做。啊，改用沉积岩做梯子，这样就顺多了。空气有毒哦，哪里哪里有毒的空气？真假的？哪里哪里有毒？没有啊，没看到。虽然对东国这样有点危险，但是他们应该还是坚持得住的。氯气可以溶在水里哦。好，这个样子应该可以一路给他盖下去了。熊熊正在闲置中，熊熊，嗯，哦，为什么他们可以飘在那个上面呢？哇哇哇，开挖开挖，把水放下去看看啊，好，把水给放下去了，来来来，我们把水给流下去了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各位朋友，请开挖。好，挖下去了。水来了，水来了。哦，哦，氯气好像飘上来了。哎，哎呦，嗯，哦，这个浓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浓度有点不太妙吧？应该是不会再飘上来吧，感觉那边的极限了，还行吧，没事没事，发生饥荒了，吃饭吃饭，放饭放饭，41°C 耶，没有，它浮上来了再说，等它浮上来了再说。他好像也没有要浮上来的意思啊，因为上面还有氢气，没事没事。来看我们的游泳池，我们的游泳池做得如何？好高，哦，好深哦。浮上来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浮了一点点上来，欸。那个等谁吸一口看看，吸一口看看。那个谁吸一口看看。谁来了？谁来了？谁第一个？啊，来了来了。哦，我们 M1 的当家莫斯特克。哦，莫斯特克来了，吸一口看看。还行哎，欸，还行哎，欸，没什么事，其实还行吧。对西国人来说好像没什么问题啊，还是没什么问题啊。氯气就给他氯气吧，下面也是都是氯气，欸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身强体壮啦，啊，这边沉积岩。沉积岩怎么还不来？地上不都是沉积岩吗？东国的跑哪去了？哦，学长，学长，来躺一下，来躺一下。哇，你怎么生病了？果然哦，进到这种环境，不生病也很难啊。满满都是这种受污染的空气，真恐怖。下面溶掉了，这是溶掉了吗？这个磷矿石。哇塞，磷矿石怎么被打碎啦，啊，哇塞，这边真的好猛哦，一路盖过去了，一路盖过去了，来盖起来盖起来， UC 加油， UC 加油，你看他们只要稍微哦上来换口气又可以继续了，根本就不需要躺到船上，他们只要稍微吸一下上面的空气就够了。
下面被腐蚀啊、哦！这东西是不是变很恐怖啊？这里怎么被腐蚀了、啊？铁矿石，这个磷矿石都被腐蚀了、欸。把怪兽放进去哦，我也不知道把怪兽放进去会怎么样。这里依然用深渊石来造梯子，挺好的。月月鸟、哦、快治好了吧？月月鸟治好啦，还要在，还在等他的小麦啦。啊，你就等你的小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氧气超充足。哦，一路往下，一路往下。这边较紧嘞，较紧嘞啊！怎么这么慢？这里快一点！哇塞，哎、欸，遇到120度的巧克力藻类，藻类都变巧克力嘞！哎、欸，中国人怎么可以这么慢啊？他们怎么？这个楼梯我已经看两天了，还在这里哎。那个藻类都变成巧克力哎，是把藻类丢在那里就会变巧克力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这里有氢气，可能那边很烫哦，那边可能很烫哦。有啦有啦，这里速度终于开始变快了。Sally 终于想到了为什么我会用沉积岩来盖梯子，就是因为地上就有沉积岩啊。看一下他要去哪里。他要去纺织厂哎，别吧别吧。啊，难怪他们一直跑。正要去制造，别别别，兄弟你别制造了。坐梯子，坐梯子。不要 Sally， 去坐梯子，去坐梯子，别走，不要走，好，回来回来，这优先度调整久了，调整久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 ，Sally， 你一定行啊。要不要装黑科技哦？不好吧，那样没什么效率啊。看一下西国，你有看过西国有人在说要装黑科技的吗？没有，吸两下就好了。但是中国还是带个几个好了。来来来，梯子给它盖下去，梯子给它盖下去了。没事没事 ，C 里一定行。这里没电了，原来这里是感觉是一直在缺电啊。我就说 Sally 一定行啊，你看他一天的进度大概前进了3格吧。这边的话，这边的话也开始变慢了，这里比较麻烦一点，又可以召唤新人呢，很好，再召唤你的新人来陪 Sally。嘿嘿嘿，你就叫谁好嘞？哎、欸，我还缺谁啊？嗯，不知道还缺谁。我现在还缺谁啊？我在开地图吗？我在前往地底最深处的地方啊，都没什么用啊，刚刚那群人。哎，这里有氯气耶！哇，这里的藻类真的变得好恐怖啊！我得把它吃掉。这个是可以挖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藻类可以挖哎，我也到不了啊！直接突破氯气好了。为什么东西国不会互跑啊？这问题你问得好。这个你就要看 VOD 前两个小时，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
但是不会吧？碰到绿气，真的让他们看看我们东国的气魄，我们不转弯，真的不转弯了啦，没有再转弯了。Cady 这波靠你了 ，Cady 跑哪去了 ？Cady 人呢 ？Cady 想去按摩哎、欸，不好吧？我知道了，关闭按摩，关闭堆肥。好，开挖！哎，学长来陪他了。耶，开机，感谢三块。你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领导者。我就是伟大的领导者啊！没错，就是我。中国一定行，加油学长，加油！梯子正在等待陈吉言，陈吉言来了。哦，这里一次来三个人哎，我知道，开启共体时间按钮。一定行！哎，学长想尿尿，学长先回去尿尿。这边速度还行还行，我想啊，西国应该是追不上了吧？西国这边速度哦，估计有点不行了啊。下面是铁矿石哎，还有氢气。这边的话一样哦，要用我们最多的深渊石来盖梯子。UZ 失禁了，没事。没有西国就会怕绿气哦。我们东国就有气魄，直接就给他挖下去了，完全没有在怂的啦，直直的冲，直直的冲啊，绝对不转弯。不转弯了，我上面不挖了，我上面已经挖到了那个、世界最巅峰之处啊！再来，我要挖到世界的深渊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快200度，哪里200度？这里的140。让他们见识东国的气魄，东国一定行。欸、那个东国地板擦一擦啊，有水，好脏哎、欸。你擦一擦再往下挖。对对对，擦一擦，擦一擦再往下挖，擦一擦再往下挖。没有，东国的人还是会好好的去厕所的。哎，他觉得有点烫烫的，炽热的环境，应该还行吧。我刚不是给你们穿了个毛衣吗？挖起来看看。哦，这里还有天然气。哎，看人家西国哦，西国也在往下挖了。西国这边可以继续前进哦，没有遇到什么障碍。啊，一样给他呕嘞，这什么污水别碰到了。食物腐败了，流沙包腐败了。好、哦，没事，有点烫烫的，没事。
大丈夫，毛衣发挥功用了，毛衣发挥功用了。哇，Sally，快跑啊！哇哇哇，很烫很烫很烫，100多度C 了。哎，Sally又回来了。Sally，你确定吗？这里不好吧，不好吧？快跑快跑，Sally快跑，Sally快跑啊！追踪视角，哇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哇，很烫，很烫，真的很烫，真的很烫！这里有出事吗？应该还行，还行。好好好，回去休息一下，好，回去休息一下。重伤，韩仁寿重伤了，矫健减9。没事，我这里有吴俊士。吴俊士把 Sally 塞进去。好吧，东国少了 Sally， 好像战斗力下降啊。稳的我不转弯。谢谢 Ken Lotter， 感谢5块。绝对不转弯，我告诉你，东国绝对不转弯啊！东国就是这样一路挖下去。这个不转弯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看一下西国这边，西国这边好像挺安全的。我们中国不转弯。知道，先搞纺织厂。那个谁，先把纺织厂给弄好。清凉背心要来了。谢谢 Kendall 为我们带来了不转弯。好，我们让 Sally 穿上清凉的背心。绝对不转弯啦 ，Sally 穿上背心，那个背心就是这个时候用的、啊。Sally 人呢？躺很久，Sally 躺很久哎、欸，行不行啊？受真的有受这么重的伤吗？也才100多度。哇！学长被飙血啊！学长飙血了！我老婆的新广告让你们看看。这 MS0308。这上次是不是好像有看过、啊？哎，原来学长是有穿衣服的、哦，要不脱了吧？你穿啥？他穿的这个好像是隔热的啊，要不要放水进去啊？哎，下面的水，等等，把水给挖开之后应该好吧？哇，惨了，又一个被烫烫了。500度啊！我看看能盖啥、啊。这个可以停了。人体再造机。
没事没事，等污水挖过去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我们现在需要人体再造机啊，不然很恐怖。学长快跑！快点，我们盖人体再造机。要花岗岩，你们该不会是没有花岗岩吧？可能没有花岗岩哦。哦，有这个沉积岩啊。好，插上高功率输电线。哎，中国没有煤炭呢。中国先用天然气哦，不行啊，这样速度就输给西国啦。西国这里50多度哎，哇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煤炭，煤炭，我有煤炭吗？在这里啊，这里才有啊。这个拆了，这个给它接上去，好，把它接在一起。久等久等，这个发电也久等。可以的，一定可以下去的，一定可以挖下去的。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哇哇哇，另外一边很快啊！水蒸气，水蒸气这种东西应该是挡不住我们西国人的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挖下去，挖下去，水蒸气哦，水蒸气没有很高啊，水蒸气200°C， 啊，原来大家刚刚是去睡觉了，我想说怎么都没人来挖矿，哇，我想说西国怎么可能会偷懒呢？真的是我想错了，他们是不会偷懒的。来看一下西国的状况，童年正在闲置。哎，他们在这里还找到了一个吊胶果，哎，感觉好吃哦。你等下左边就可以直接吃饭嘞。欧雷欧雷！好，看一下东国，东国人还没来啊，人在盖上面那个。怎么突然有煤炭啊？哪来的煤炭啊？哇塞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煤炭欸。人体再造机，暂时不需要。哇，中国人是不是怕啦？中国人是不是怕啦？人欸，人呢？
我又跑去发电了。因为他们机器很多，他们会一直跑去发电的，把发电调低一点。因为都没有人去搞食物啊，都没有人搞食物。没事，等我们挖到地底的最深处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安心的生活了。我愿意提供给你们最美味的食物啊！哇哇哇哇哇，学长，你这个血啊，惨了！哦，惨了！学长出事了！哇，快跑！啊！学长受重伤啦！学长快进去！这个血量掉太快了。好，启动了。变白色了，这个就是要晒学长了。还行，快！Sally也躺太久了，Sally也躺太久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东国不会动了，是因为 Sally 躺着了。学长进去了。好，补起来，人体再造机很有用哦。好，在里面还有一点缺氧的感觉。生命值10 Sally 哦 Sally 躺那边好像回的比较快吧，至少不用电。来看一下西国这边，西国要碰到水蒸气了，下面还有290°C 的氯气啊。液态灵欸，哇塞，液态灵啊，复制人被灼烧，哇，脖子被灼烧了，哇，脖子很烫。这也还好啊，80°C。然后再下去就36°C 了，可以吧？凉凉的啊！啊，这边好像要擦一擦，这边好像要擦一擦。盆莲有空擦一擦，那盆莲也没什么事可以做。哇，被灼烧了，烧起来啦！食物哦，哎，食物再做就有了，食物是不会缺的啊，大家不用担心。食物你只要去做，它就会出现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叉烧很烫，叉烧还可以再叮一下。哇，叉烧你还不跑？叉烧快退啊！好，等一下把叉烧塞进去了。哇，叉烧烧起来啦！换男猫来，每个人都来一下。叉烧真的欧料盖赫啊！啊，换脖子来啊！哇塞，叉烧真的烧起来了。这个梯子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？彩色的梯子，不错的。谢 MS0308，感谢12块哦。这么时候要灭火，这么久跑不习惯。没有，我这一次已经是完全不可能死掉了。虽然有人被灼烧，叉烧肚子饿了，感觉快做饭了。东国可能是要放弃了。看来这一次的直达地心竞赛是东国输了。人家里的空气都变得有点脏脏的。呜，中国输了，
中国啊，中国有太多的事情要管了，不是啊，他们要发电啊。看来是西国获胜，主持人无法行动。叉烧怎么了？哦，有人把叉烧搬起来了。好了，我原来叉烧只是想上厕所，在厕所前面跌倒了。好好休息啊，这里二氧化碳有点浓哎，好像不该盖在这的，这边氧气也太充足了吧。好，我来烹饪吧，我来烹饪吧。发生饥荒，叉烧肚肚饿饿的，叉烧等等等等，好，我们这边该做食物了，我们泥土很多，但是没电，怎么没电啊？哦，没有人负责发电哦。哇，没有人发电呢。妮妮生气啦！不行了，下面要取消了。中国的计划失败了。好了，看来中国也是要搞，也是要搞天然气了。好远哦。懒懒的，算了，你们还是人力发电吧。我现在只想挖到地底啊，我不想要天然气啊，我想要看看地底啊。伊泰林，西果要不要转个弯？地底到了，地底到了，哇，结束了，地底到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成地底冒险嘞！哇，挖到游戏的地底了！挖看看零号元素，好，我们那就挖看看零号元素。零号元素其实左边就有了，通关，完美通关。奇怪人呢？西国人呢？西国人跑哪去了？西国人在哪里啊？嗯，下来了一个。其他的，哦，在上面爽，在上面爽啊！这一台应该是不用吧？哪需要发电啊？你们兄弟，你们是天然气发电呢？那个东西发电有多厉害？嗯，地图全亮了，漂亮。而且我们还要通过这个氯气以及液态磷挑战人类的极限。那些西国人他们到底在哪里？他们人怎么这样啊？哦，来了！第一个来的挑战者是我们熊熊。中国不行了，中国已经开始做食物了，中国受不了了，放弃竞赛了，只能在那边做食物。做食物，生氧气，跑跑步，健身一下。啊，这边有一些受污染的氧气，恶心啊！哎，中国不能长这样啊！来盖那个空气脱臭机。熊熊一定行啊！很臭啊！这个被污染的空气，快点把它盖起来。好，来看一下熊熊这边，又晚上了，哎，才挖没两下就晚上嘞。看来
难道又要按下那个按钮了吗？熊熊回来了，熊熊回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，把鱼打掉了，是鱼的关系啊。啊，揍死那条鱼！原来是这个鱼很臭啊！啊，大家起来，揍死那条鱼，揍死那条鱼啊！哇，东国变臭咯，快点快点，空气脱臭机赶快弄起来，弄起来弄起来。是这个吗？这个也生得很少啊，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啊？把这个滤料调到最高。哇，臭臭臭臭啊！真的臭臭，真的臭臭。还行吧，反正那个鱼也对我没什么用了。哇，真的臭臭，真的臭臭！黑科技快点启动。Sally 你怎么了？哇 ，Sally 还是受伤状态啊！他真的有伤得这么重吗？各位，他不就进去了一下，真的有伤得这么重吗 ？Yuri 在这，为什么 Yuri 不去工作、啊？我们的地心探险。哦，地心探险快成功了，快成功了！哇哇哇哇哇！直接泡在这个液态灵里面，完全不勒惊。看来是大成功了，哎、欸，290度的氯气哦，感觉有点恐怖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用这个污水来稀释它，可以的可以的。哇，真不愧是西国人啊，直接就盖下去了。什么烫烫？你看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受伤过吗？完全没有在受伤的、欸。东国放弃的很快，但是也没办法，你们是打不过他们了，他们太身强体壮了。哎、欸，左边全部都是沙子、欸，哎，谁压力这么大？你压力很大，东国也是有东国的压力嘛。我们来看一下东国的妮怎么了？妮你怎么了？妮为何压力很大？氧气十分稀薄，确实有点稀薄啊，稍微有点缺氧了呢，稍微有一丢丢的缺氧啊。没事没事，晚上睡一下就好，晚上睡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电跑满了，电跑满了，去按摩去按摩。这个地板都没有人要擦哎、欸。为啥、啊、我明明有设定要擦地板啊？是缺了什么材料，所以没有办法擦地板吗？还是没有人要擦哎、欸？西国应该可以啊，我觉得地心探险是要成功了，真的要成功了。好，我把妮调成。只要按摩跟擦地板啊，这样子应该就会擦了。哇，西国一路滑下去啊，熊熊扣血了。哇，想不到熊熊竟然是被扣血了，但是血量一下都回来了。哇，还是有在扣哎、欸，还是有在扣哎、欸，挺危险的。果然200度C 还是稍微会扣血的、啊。还是稍微会扣点血的。真的直冲地心了，直冲地心了。
来看一下这边的压力状态啊。妮妮子睡眠中断，嗯，跑去厕所了。好，地板也擦干净了。他明天应该就会去好好的按摩吧。妮妮感到疲倦，啊，去好好的按摩了，去好好的按摩。对对，去按摩，去按摩。好好的给他伤着嘞，给他伤着嘞。UC 99%， UC 在哪？尤其是这边的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我相信你们。他竟然在啊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会有点压力的、啊。复制人被灼烧，哇，熊熊，不烫不烫，一点都不烫，一点都不烫啊！不烫了，不烫了，越往下越不烫了。哇塞哇塞，真的烫烫了，真的烫烫了。好，下来下来，泡到水里就不会烫了，泡到水里就不会烫了。这个水只有60度啊，可以的，熊熊啊，熊熊快跑，快快快快跑回上面，跑回上面，这很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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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这里。应该是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跑回来啊，跑回来。呜，回来了回来了。哇，这两个看起来有点痛苦啊，应该是要稍微休息一下了。我们上面好像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人体再造机，把熊熊塞进去。满血了，满血了，压力过大 ，UC 压力太大了，不缺新人，不缺新人。UC 虽然压力很大，但是我们交给他的任务、哦，他依然要做，也就是持续的往下挖。其实这边好像可以不挖了。对对对，挖进去挖进去，旁边都不挖了，旁边都不挖了。遇到了遇到了，零号元素，再下去就是零号元素了。进去，完美通关。抵达世界的尽头，谢谢各位。破关了，破关了，终于破关了。继续继续，来挖一下这个零号元素，看看看会怎么样。上面啊，上面早就挖完了。哦，有人中暑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终于挖到世界的尽头了。无法抵达床铺，为什么你们无法抵达床铺啊？不是爬回来就好了吗？真的、欸，这完全挖不开、欸。过关过关，求全景图哦！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上面的话，沿着这个一直上去，一直上去，一直上去，一直上去啊！这边，这边就是地图的边界，然后中间哦，中间我没有挖到，感觉是一样的东西。啊、然后再往下往下往下的话，这边也是地图的边界了。大家一起挖就挖穿了，挖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左边还有一些漂白石什么的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感动的时刻要来临了，开门。终于，西国人
可以上东国的厕所，东国人可以去西国的游泳池大和解，睡啦！哇，生活终于变得美好了，过关过关！哇，这个游戏挺不错的啊，竟然可以让我玩这么久。其实我们不挖的话，我估计哦，三四百周都没问题啊。以这个泥土量，无限经营了，大和解了，存档。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是无限水，然后泥土也基本上想找都有，只要我们东国是一直不断的在做食物，西国不断的在挖，那就一定是无敌的。我所有资源都已经是无限循环啦，我的水是无限的，我左边的电也是无限的。然后食物的话，小麦也已经是一直循环了。GG， 开场就挖到无限水了，好学哦！哦，还有黑洞哦！哇，累了！哇，这款游戏没败啊，虽然没有结局。然后无限水好像比较难找哎，我地图都挖这么多了，就只有看到两个而已。嗯，挖到无限水的话，好像就挺开心的。哇，玩完之后我电脑好累个，好累哦。玩完之后突然好累啊、哦，怎么已经这个时候了？我不是挺早开台的吗？稍微看一下牌，要来睡觉了。给你们设广告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已经连续4个小时没去上厕所了。